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徐林。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助推快与慢》。哎，听到这个书名，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没错，每天听本书解读过行为经济学领域的两本经典著作《助推》和《思考快与慢》。这本《助推快与慢》呢，就好像是这两本经典书的拉郎配，有点奥特曼大战孙悟空的意思。我一看这书名啊，就犯嘀咕。 该不会是出版社为了蹭热点出的什么山寨书吧？拿来仔细一翻，还真不是。这本书的作者卡斯·桑斯坦是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们知道的那本经典的助推，就是经济学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和卡斯·桑斯坦两个人合著的。同时，卡斯·桑斯坦也是《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的研究合作者之一。 现在，桑斯坦又出了本新书，他会在这两大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对行为经济学理论有进一步的推进吗？哎，读完全书啊，我发现这本书关心的问题，并不是沿着行为经济学的实验方向，进一步揭示人类的非理性行为，而是把焦点放在了助推所引发的伦理学争议上。我们知道，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大量实验证明了，真实的人类不是经纪人。 不会时时刻刻像个机器一样去精确计算利弊，选择最优方案。实际情况是，人类的决策系统是有缺陷的，我们常常会被经验、直觉、冲动、惯性所引导，从而做出不那么理性，甚至是不利于自己的决定。所谓助推，就是政策制定者利用人类的认知缺陷来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比如在香烟盒上用图形化警示的办法来让人们少抽烟。 再比如，通过改变自助餐厅的菜品陈列方式来帮助人们控制体重等等。桑斯坦曾经长期在美国政府任职，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桑斯坦主持成立了白宫社会与行为科学小组，直接推动了很多助推政策的落地。同时，桑斯坦的搭档，也就是理查德·塞勒，还为英国卡梅伦政府提供助推政策建议，获得了显著成效。 截至二零一九年，世界上已经有一百三十个国家开始采用助推政策。可以说，助推是迄今为止应用最广的经济学建议之一。但是，助推政策在逐渐普及的同时，也遭到了批评和质疑。按照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人需要对自己的事情自主决策，并且为决策后果承担责任。 人们担心，助推政策虽然增加了社会福利，但同时伤害了公众的自主性和内在动因。助推到底是不是一种家长制政策？助推政策真的应该被广泛推广吗？桑斯坦写作这本书，就是为了对这些质疑进行正面回应。桑斯坦的结论是，助推政策不但没有伤害人的自主性，反而是扩大了人的自主性。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面对这些质疑，桑斯坦是怎样为助推政策进行辩护的？首先，我要给你交代一下背景：为什么助推政策这么受欢迎，会受到各国政府的广泛采纳？前面说了，人类的认知系统存在缺陷，这导致人们做出的决策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想要增加社会福利，就必须想办法让人们采取更加理性的行为。 比如，让人们改掉原来不好的习惯，更加注重健康、环保、公益等等，具体该怎么办呢？可以有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通过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直接命令，比如《环境保护法》、禁烟令、禁酒令等等。但是，面对命令或者禁令，人们可能阳奉阴违，可能钻法律的漏洞，导致执法成本很高，有时候还会适得其反。 比如，在一百年前，美国国会认定酒是引发犯罪的根源，于是颁布了禁酒法案，规定凡是制造、售卖或者运输酒精含量超过百分之零点五的饮料都是违法。但是啊，禁酒令并没有让人们戒酒，相反，禁酒令让美国的私酒泛滥、黑社会横行、犯罪率不断攀升，这是谁都没想到的。 再比如，美国于一九七零年代颁布了《濒危物种保护法案》，规定一旦某片树林被认定为濒危鸟类的栖息地，林场主就必须把这片树林保护起来，不能随意砍伐。结果呢，这个法令一颁布，林场主们就赶在环保人员进行认定之前大量伐木，不让鸟儿栖身，这就导致濒危鸟类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了。看来，直接颁布法令不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办法，就是不强制命令，而是以金钱为激励手段来促使人们改变行为。比如无偿献血的人不够，导致血库紧张，那么就把无偿变成有偿，用金钱来激励人们献血。再比如学生不爱阅读，那就用金钱激励他们，每看完一本书奖励一美元。还有针对问题少女早孕的社会现象，好办。 只要他们不怀孕，每周奖励七美元。这些都是美国政府推出过的真实政策。一般来说，金钱激励要比直接命令的效果要好，对人们行为的改变是立竿见影的。但是要注意，金钱激励也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这就是挤出效应，也就是用外在动机挤掉了内在动机。 比如付钱给学生去阅读，学生自然而然会认为阅读是一项辛苦的工作，而不是有意思的活动。他们会想方设法的去找篇幅更短、内容更浅显的书籍来欺骗这个系统，以实现经济回报的最大化。这个时候啊，金钱动机就挤掉了阅读带来的内在乐趣。而且，你一旦停止付钱，学生们就更没有理由去从事这项辛苦的工作了。 所以，短期内金钱激励确实会让学生看更多的书，但从长期看，反而不利于学生培养起热爱阅读的习惯。看来，激励手段也必须慎用。那么，除了直接命令和金钱激励，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有，行为经济学家认为，既然人类的决策系统有缺陷，那么政策制定者就根本没必要与这些缺陷做无谓的斗争。 而是应该换一种思路，巧妙地利用人类决策系统的缺陷，引导和推动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这就是所谓的助推。比如说，想让人们吃得更健康，你不可能直接颁布法令，金钱激励呢也不太适合。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自助餐厅里把绿色健康食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而把最不健康的食品放在犄角旮旯，这样就能让人们少吃很多垃圾食品。 再比如，想要改善公共厕所里小便池的卫生状况，只需要在小便池里面画一只苍蝇，据说就能够很好的激发男士们的瞄准兴趣，从而显著的提高卫生状况。还有，想鼓励人们适当储蓄为养老做准备，而不是当月光族怎么办？很简单，就是在劳动合同当中设置一个默认选项，把工资的一定比例自动存入养老基金。 如果员工什么都不做，那么他就自动加入储蓄计划；如果员工不愿意参加，那他可以修改默认选项退出储蓄计划。这个政策实施后，员工的储蓄率明显上升。 你看，有了助推，政府既不需要颁布法令来限制人们的自由，又避免了金钱激励带来的副作用，轻轻松松就能取得比较好的政策效果，提升了社会的整体福利。难怪助推政策会受到各国政府的青睐。那么，各国公众又对助推政策持什么看法呢？本书作者桑斯坦对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十五个主要国家的公众进行了问卷调查。 发现各国公众对大多数的助推政策都积极支持，而且啊，有一点我没想到，就是根据桑斯坦的调研，助推政策的公共支持率最高的两个国家是中国和韩国。不过啊，也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助推政策在广受欢迎的同时，也遭到了舆论的质疑。批评者认为，助推政策的用意也许是好的，是为了提升社会的整体福利。 但是，助推方法实际上是在暗中操纵人们的行为，这既是对公众的不尊重，也伤害了他们的自主性和内在动因。有一个叫沃尔德伦的哲学家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希望自己被塑造成一个更好的选择者，而不是有人利用我当下的无知和可怜的直觉来谋利，即使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还有人担心，如果政策制定者采用激励机制。 那么，至少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激励，我们会有所警惕或者抵制。但是如果政策制定者采用助推方法，我们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助推。万一这个政策有损我们的利益，或者被别有用心的政客所利用，怎么办？面对这样的质疑，桑斯坦作为助推政策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他会怎么回应呢？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谈谈。 桑斯坦回应批评的第一点是，批评者对助推理论的认识是片面的。这就要说到丹尼尔·卡尼曼的那本《思考，快与慢》。我们知道，卡尼曼在那本书里把人类的认知系统分成两类：系统一也叫做快系统，这是依赖直觉的无意识的思考系统；系统二也叫做慢系统，这是需要投入注意力去有意识思考的系统。在日常生活当中，快系统通常会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快系统的直觉思考模式也存在缺陷，会导致各种认知偏误。换句话说，快系统是比较容易受到外界信号干扰的系统，而助推政策呢，往往就是针对快系统来设计的。比如前面说到的默认储蓄规则，就是利用了快系统的惰性和惯性；而自助餐厅的菜品摆放，则利用了快系统的选择性注意缺陷。助推政策利用人的认知缺陷来达到目的。 这是他受到批评的根本原因，但是桑斯坦指出，上面说的只是助推政策的其中一种。实际上，助推政策有两种，一种是前面说的针对快系统的助推，包括图形化警示、默认设置等等；而另一种呢，是针对慢系统的助推，包括信息提示、事实披露等等。 桑斯坦把针对慢系统的助推称为教育型助推，因为它对公众有教育作用；而把针对快系统的助推称为非教育型助推。举个例子，在有的国家的香烟盒上印着肺癌患者的肺部特写，看起来非常惊悚。这种图形化警示的目的在于激起人们的恐惧反应，这就是针对快系统的助推，也就是非教育型助推。 而有些国家的香烟盒上印着“吸烟有害健康”或者每年有多少人因吸烟而死亡，这种信息披露呢是针对慢系统的助推，是属于教育型助推。再比如将打印机的默认模式设置为双面打印，这就属于非教育型助推；而举办讲座让公众了解节约资源的好处，这就属于教育型助推。桑斯坦说：“如果你认为非教育型助推是利用了人类的认知缺陷。” 那么，教育型助推总该不是吧？实际上，教育型助推是通过提供更多信息，引导公众去思考那些自己从未关注过的问题，从而提升公众的认知能力。桑斯坦推测，教育型助推比非教育型助推更能受到公众的欢迎。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桑斯坦设计了一系列调查问卷来测试公众的偏好。在第一轮问卷中。 桑斯坦设计了三十四项助推方案，询问公众的意见。结果，其中有二十二项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有十二项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但是，让桑斯坦非常意外的是，无论是受欢迎的助推，还是遭到反对的助推，都是教育型助推和非教育型助推各自参半，并没有出现教育型助推就一定受欢迎，而非教育型助推就一定遭到反对的情况。比如， 同样是教育型助推，要求在产品包装上标注含盐量和转基因成分，就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而要求在包装上标注产品是否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就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再比如，同样是非教育型助推，婚后妻子自动改随夫姓的默认规则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婚后丈夫自动改随妻姓的默认规则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 也就是说，桑斯坦发现，当公众评估一项助推政策是否合理时，并不是按照教育型或者非教育型的框架去思考问题的，而是看这项助推政策是否符合公众利益和主流价值观。那这是不是表明，其实两种助推方式在公众心目中是等价的，公众并没有特殊偏好呢？为了进一步搞清楚这个问题，桑斯坦又设计了第二轮问卷。 在这轮问卷中，桑斯坦针对同一个助推目的，同时设计了非教育型助推和教育型助推两种方式，并询问公众更倾向于哪一种。比如前面提到的鼓励戒烟，有图形化警示和信息披露两种方式；再比如鼓励储蓄，有自动储蓄计划和对员工进行理财培训两种方式等等。假设这两种方式只能二选一，那么公众会更倾向于哪一种呢？ 根据桑斯坦的问卷结果，公众通常更喜欢教育型助推。在鼓励戒烟的选项中，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选择了信息披露；在鼓励储蓄的选项中，有百分之五十七的人选择了理财培训。也就是说，和桑斯坦之前的假设一致，公众认为教育型助推能起到教育作用，从而帮助人们更好的进行自我选择，所以呢，更倾向于这种方式。 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们刚才已经预料到的，没什么稀奇。但接下来就有意思了，在后面的问卷中，桑斯坦在提供两种助推方式的同时，还附加了一条额外信息，就是非教育型助推能够比教育型助推显著高效。比如，图形化警示能降低百分之二十的吸烟率，而信息披露呢，只能降低百分之五。 再比如，自动储蓄计划能够让至少百分之九十的员工加入储蓄，而理财培训呢，只能达到百分之五十五。而且这里得说明，这条附加信息是有数据支持的。证据显示啊，在大多数时候，非教育型助推的确成本更低，收益更高。而教育型助推虽然能够很好的影响人们的理念，但是很难直接改变人们的行为。 这也许就是俗话说的“知易行难”吧。在知道了非教育型助推更加高效的情况下，人们对非教育型助推的支持率也明显上升了。支持图形化警示的人从原来的百分之四十五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七，支持自动储蓄计划的人从原来的百分之四十三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五。 也就是说，如果考虑到成本收益，公众的偏好会发生改变，支持非教育型助推的人会占多数。好，总结一下，桑斯坦的研究结果是，在不刻意区分教育型和非教育型助推的情况下，人们对这两种方式的偏好其实是差不多的。而如果非要人们从两种方式当中二选一，那么人们更倾向于教育型助推。 但是，如果有明确的证据显示非教育型助推的效率更高，人们也同样支持非教育型助推。那么，到这儿，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不考虑成本收益因素，单就维护人们的自主性来说，教育型助推就一定是好的，而非教育型助推就一定不好呢？桑斯坦的回答是不一定。这就是桑斯坦对批评者的第二点回应。 他认为，有的时候非教育型助推反而比教育型助推更能维护人们的自主性，这是为什么呢？你看，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认为自由选择是好的，而没有选择是不好的。但是要注意，由于人们的时间、精力、能力都是有限的，他们只愿意对自己感兴趣的或者真正重要的事情做出选择，而不是时时刻刻都做出计算和选择。 但有时候，教育型助推恰恰要求人们在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上付出很高的学习成本，占用相当的大脑带宽去进行选择，这其实是损害了人们的利益。想象这样一个情景：你到一个大城市去出差，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这时候司机问你，想走哪条路啊？从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司机给了乘客更多的选择自由。 但对我这样的路盲来说，这个问题就很烦人，因为我并不想花费精力去考虑这个问题，该选哪条路去机场？这不是司机应该思考的事情吗？更何况，如果我回答不知道，那么没准儿司机会认定我是一个外地人，而故意绕远路。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乘客需要的其实是一个不进行选择的默认设置，直接由司机来决定路线，除非乘客主动要求走另外一条路。 我们再举个极端情况下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因车祸身亡，他的亲属必须决定是否要捐献他的器官。这个决定对亲属来说是很难的，因为他们不知道遇难者本人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而且在那个时候，亲属也不愿意从情感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其实有一种助推政策，或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在每个人拿到驾照的时候，就默认他同意成为器官捐献者，除非他本人明确表示不愿意。这样一来，遇难者亲属就不必再面临艰难的选择。当然，这只是作者提出来的可以探讨的方案之一，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通过上面这些例子啊，桑斯坦其实是想表明，教育型助推鼓励人们积极做出选择，在大多数时候确实是增加了人们的自主性，但在某些情况下。 比如时间精力不够，缺乏相关知识，面对情感困境等等，选择反而成为了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时候，人们不愿意做出选择，甚至愿意花钱去让别人为自己选择，比如雇佣各种经纪人。教育型助推要求人们必须做出选择，这就等于是剥夺了人们不选择的自由。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家长制政策吗？ 相反，非教育型助推是自动运行的，它能够很好的尊重人们不选择的自由。而且，正如桑斯坦所说，人们想要保留自己的认知资源，他们珍视思想的宁静。生活中最珍贵的礼物很简单，那就是时间。非教育型助推给人们节省了最宝贵的时间，可以让他们去关注那些他们认为更加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增加了他们的自主性。 好，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介绍完了。来简单回顾一下：政策制定者想要改变公众的行为，有三种方式：直接命令、金钱激励和助推。直接命令的执法成本很高，有时候会适得其反；而金钱激励呢，可能会带来挤出效应的副作用。相比起来，助推政策的成本更低，效果更好。但是也有批评者认为，助推政策虽然是提升了公众福利。 但是，它是通过利用人的认知缺陷，在暗中操纵人们的行为来实现的，这损害了人们的自主性和内在动因。对此，桑斯坦有两点回应：第一，助推政策实际上分为两种，非教育型助推的确是利用了快系统的缺陷，但教育型助推并不是，它是针对慢系统来提升人们的认知能力的。这两种助推方式在实践当中都有广泛运用。 第二，即使是非教育型助推，也可以增加人们的自主性，因为它尊重人们在某些情况下不做选择的自由，还为人们节省了宝贵的时间，让他们可以去关注那些更加重要的事情。桑斯塔预测，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会有更多个性化的默认规则出现，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处处充满默认规则的助推世界。到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一项技能。 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去主动选择，什么时候该依赖默认规则来助推自己。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对行为经济学感兴趣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微信 o u c h s t y l 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 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并于二十四小时内删除。